我当然是连续剧，我最喜欢古装剧。如果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个，我跟着他们说话。一直和中国的朋友们聊天说话，我如果说错的话，他们会帮我纠正，说这个不对，你应该这么说。听音乐，一边听一边唱歌，然后唱歌可以知道这个音乐的意思是什么，然后是这样学习。因为中文有很多多音多义字，然后呢很多很相似的字，可能换个部首，然后换个横撇竖，就可能整个意义不一样，然后用的用法都不一样了。所以我觉得多阅读那些中文的书籍，就是你多看了过，你才可以明白原来这一个部首通常是在这个时候用。一天我花了2个小时，1个小时语法，1个小时词汇，然后我就会可能就通过那个模拟试卷或者看一些油管的视频，为了提升我的口语还有我的听力。我有一个很好的中国朋友，我住在北京的时候，我们每个星期几次出去玩，然后我在挪威住的时候，我们可能每个月打电话一次，所以我不忘记很多中文。有很多的办法，我们可以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，可以通过汉小比赛让我的那个口语水平和汉语水平有所提高。